超模华丽走秀，眼神身段尽显自信，为的是迎接这一刻。气氛热络的活动上，企业高层七大巨头携手发表最新力作《乳清蛋白》，全台湾吹起了一股浓浓的运动健身风。那么呢，在优质蛋白呢是必须补充之下，如果选择功能性蛋白的话，乳清蛋白一定会更加的优质的来源。结合了红枣粉、纳豆发酵物、支链氨基酸的功能性乳清蛋白，有助于增加肌肉量。还有呢 ，B 群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此一来，可以增加肌肉，更加有效的去做健身，而且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健美。贴近社会脉动，引领健康潮流，互联网创业公司持续开发新品，希望透过齐全的产品线，打造创业智慧成长平台。我一直在思考，一个女性真正的终极成功的终极目标在哪里？就是美丽与智慧相并结合，才是生命的并发的高光时刻。我们要帮助更多的女性智慧成长，因为拥有智慧的女性，才是真正拥有富足的人生。突破成长新境界，创造健康新高。高度互联网创业公司期许走在时代最尖端，创造社会共好。东森新闻黄金网陈建豪在桃园报道。